瑞斯。瑞斯。被抓了。骷髅哇，为什么你都看得到？我刚刚捡了一堆他的痕迹。我有很多啊。尾巴在这里。先回吧。对啊。耶，一张耳塞就升上去了。那我等下再进来啊、哦。可以啊，那去用耳塞是不是？不是啊。啊，你说不去哦？对啊。他雷狼龙不，他是什么的啊？黑狼鸟的什么刚毅吗？就是力战黑狼鸟的那个掉落物啊，打这边力战才会掉那个。随便有，随便打就有吗？就是他，你捡的那堆掉落物应该就是了吧？我希望有，没有的话，还是我先出去确认。那我们先去里欧雷狼吧。嗯，我去帮你确认要什么。哇，雷狼龙即将离去，不用了，不用留了，再交一只就好了。好啊。耳塞，有吧？还没啦，没有吗？才刚回到据点。哦，我想到你已经在看耳塞，但是我也没钱。啊 ，Nice 跟杰超，记得先去领登录奖金哦，不然都白打哦。哦，对哦，对啊。哎呀，我领了。嗯，担心我们的节操没领到。嗯，爱有什么对待？爱有什么对待？生产装备，强化装备。我们任务一样的吗？什么任务？每日任务啊，一样的啊，大家都一样、啊。哎、欸，好，耳塞是要力战的昏牙呢。昏牙，可是我看他是死黑两鸟。昏牙就是狮套龙的，不是吗？对啊，狮套龙。对啊，我们那天不是打了一大堆昏牙。竟然是昏牙啊！对，我要去做了。昏牙要三个。也、yeah, 可以少一个塞了，更变装备。真的是有啦，银狼毛是黑狼鸟啊。银狼毛、哦，银狼毛是那个、哦，不是雷狼龙哦。没有，银狼毛是黑狼鸟，我就想说叫黑狼鸟的、啊，因为婚嫁我有啦。哦。还有一颗大灵脉玉，有个宝的。嗯，弄好那通准备。
结石加什么好嘞？结石攻击。好。五等的友爱护士是力战黑毛，是力战的无冕。再打一颗攻击珠，完美，完美。哎，不用啊，这边这个插攻击珠，这个是插其他的。哎、欸，杰超，你散弹会克制彗星跟什么？彗星啊？就彗星。就彗星。纯彗星可以啊，但是回血可以吗？听说可以，或者是你可以增加攻击。这一版的可以吸血哦，但很少，一直都来都可以吸血，但是很少。啊，之前因为打二十几滴，所以有吸跟没吸。现在打四十、三十，毕竟猎人的血量是固定的。古代是有钢龙，可是不是力战。还好他有自动帮我把其他装备加上耳塞死。我来了。要打钢龙吗？可以啊。我要带笛子吗？可以。你的风压有用吗？风压无效，但是他的风还是有伤害哦，他打到你还是有伤害。哦，对啊，我说对你们来说要不要啊？要就带底子啊。可以啊。我在旁边发呆啊。让他继续插个骨笛珠。哎，有啊，有爆筒啊，在干嘛？哎。这是力战钢龙吗？还是普通钢龙？不是普通的钢龙，还没七等不会有力战钢龙。普通钢龙跟力战苍火龙血量只差了4000。哈哈，这力战的苍火血量也太多了。6200，啊，钢龙是6600。等一下，快好了。我要打节操啦！好爽哦！蓝衣人，这不叫高腰。嗯，好可爱。可惜炮虎龙没有魔族啊，
炮火龙跟海龙是一样的吧？一样的模组啊。嗯，可怜。所以说很难做出来。如果炮火龙真的出了，海龙就可能出来了。嗯。我猜不会是炮火龙啊，应该是天辉黑石之类的。我只喜欢他。我也喜欢炮火龙，很帅。装备也很好看。哎呀。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正要走过去那个。不是啦，我谁管你啊？我在找我的笛子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是杨伯伯。看，有人知道吗？杨伯伯很老啊，应该没人知道啊。杨伯伯。那个周星驰电影。不是。不是啦。啊，不然还是。杨婆婆是以前那种本土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想起来了。好。哎，那钢龙呢？哦，在下面。猫的后面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喂了你们吃这个。好好好好。不愧是不屈发动者。妈的，后面就交给你们了。哎、欸、哎，枪、欸、火来了！好了，我到了。大金回复蜜虫。我、哦、那个我抓到大金了，我每次来这边都抓一只，有一次就抓到大金。我想到再做。来吧。哎，既然不是地盘争夺，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装备怪怪的，我的快吃嘞！啊，等一下，我找到原因了。我原本就耳塞啊，哇哇，我是带那个快吃护食啦。傻眼，走吧。风压无效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你？你不走？我等下要回去调装备了。好啊，这场打完下回去调啊，我也要回去升一下我的耳塞，可以放屁。哎、嗯欸，你撞死了两只蚊子，兄弟。抱歉的睡他了。应该蛮棒的。有人要拍吗？我没有石头。
到现在只开过他两枪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我没有石头了。粘着石，哇！粘着石对他没用，看来他不喜欢粘着石啊。不，难怪没用，粘着石伤害零。在身上啊，被风挡掉了。不动兽医。嗯，这是风压无下小。小的话对他没有用。没有欸，他只写风压五小，没写大小啊。可是看那个介绍是写风压五下小，然后加加，对啊，还有 plus。好，我出个子弹。哎，他飞回来了是不是？他在下面打架。我是好想下去啊。给他狩猎底那个图，那个 WiFi 的图案变得好可爱。WiFi 是吧？对啊。哇，掉在跟他的位置。小雨城吗？安安。我以为又是墙壁骗你，吓我一跳。
没有，飞起来了。所以其实我身上是防音器或八。八等防音。对。那快刺三不见了吗？不对哦。我被关在光里出不去啊。对啊，我的快刺三不见了。我是超级耳塞人。对不对？你很防哎、欸。连队友讲什么都听不到。他是失衡掉下来的，他不是有弹。干嘛啦？我在学那个笛子的声音。我觉得笛子好忙哦，要顾乐谱，又要顾血量什么的。所以才很多人用片手啊。可是片手不能吹风压无效啊。靠白痴哦，想说什么尾巴会那么长。一个缓缓躺下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断尾吗？